Because we pay by cash. Yes, ma'am. Our own now of the real girl. Yep. OK， 这个对面那个是一家哦。咱们现在在这个 Polski 啊，波兰商店。今天主要是来点波兰的烤肉哈。夏季来了要整个 BBQ， 但是今天呢太冷。OK 了，是。Yeah, that's the one。它的第一文字全都是波兰语，你看这人是 C V K 结尾的。这个我在波兰的那个商店的 Osan 啊，还有那个家乐福都能看到，特别是那个上面熏的黑黑的那个，都能看到在波兰。是 1.79 英镑每公斤，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就是每公斤不到14块钱人民币，不知道国内现在是什么价格。这个鱼全都是生的。特别的腥，然后他为了解腥呢放了点洋葱。波兰人呢是一口鱼一口伏特加，伏特加是一个 shot 啊，一口闷的那种，这就是波兰人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往死里干，往死里整，不整死不罢休啊。叫Poda y Viska Sausage。看我大手笔啊，今天是你都没付钱呢。波兰的饺子就是里头有什么土豆馅的呀，有什么草莓馅的都不要意外哈。波兰的 cheese 在欧洲也是非常出名的，波兰有能力的呢都是去美国和加拿大，所以这个是波兰目前的情况。人家国家是欧盟加申根区护照，英国的话现在也不能来了，所以如果波兰人移民的话一般都去美国了。现在基本上是这个别买，这个我在波兰买过，买完就扔了。哇，这 ，Yeah, more coming. Yes, we do. 然后Soplica， 看起来都是酷酷的。我家有 ，No plastic one, please. Yeah. 然后 Soplica， 我家有。Yeah, Soplica. I'm crazy about the cherry one, I believe. The small one. No, I have massive stock in my garage. I literally bought 40 bottles. 看它这个 Soplica 有好多的口味，杏仁口味的，还有混合型口味的，樱桃口味的。这个 Zuber 呢，这个是 5.7% 的，5.7 度的酒，大家不建议大量饮用啊，有点猛。这个酒一瓶等于喝两瓶。我们今天花了53.84英镑。vlogging. Yes, we like to show how much we spent today, which is £53.84. Thank you so much. We don't need one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bye. Yeah, bye. 这一大杯不超值吗？便宜。咱往里面走。